一天上班就敢睡觉？你们领导这么嚣张，是因为能主动职场了？对对，就是主管，我昨天晚上教老板打虎先锋，太晚了，太笨了，50次没过。喝多了吧？哎哎，老板。那就是处长，你不舒服呀？对，应该在上面睡，不能在这里睡，知道吗？快来快来，宝宝，老板，这个月奖金大概会多少呀？1000块吧。这也太少了吧？要不我加你？3000。嗯。哎呀，你刚来，慢慢来嘛，你一下给太多了，别不受刑。怎么？缺钱了？不是，下周不是咱们8个月纪念日吗？我想给你买一点好的礼物。丁主管，阿豪下个月奖金给5000，阿峰给10000，算我生日补贴。谢谢宝宝，这么体贴。